报道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报道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好，那讲到这个咱台湾的台语歌吼，这个历史当中咧嘛，已经吼演变出真济无同款歌路诶，这乐风吼，譬如讲你要摇滚的嘛有啊，对不吼？啊，你那是要听这个较传统乡土气味的嘛是有，那是要听民谣的嘛是有哦。甚至讲啊，今嘛咧，这个嘛是有人吼，搁卷土重来吼，甲当初啊，这个古早时代哪个是种气味的歌曲吼？当作自己强项，所以哪个是天后张蓉蓉就是安尼受到大家的欢迎。这个去年是张这个啊软软哪个系列啊，就受到大家的欢迎之后，今年呐、啊、2013年张蓉蓉再度推出她最新的这个专辑哈，叫做《爱记号》啊。这个这里上新的专辑，这首歌叫咧啊，是咧讲的哈，是咧讲这女人的心声。哦，女人那期在这个爱过程当中去受到伤害，对不？袂使跟他占的微感款吼，刺伫你的身躯，印伫你这个心肝内面的迄种伤害咧。哎呀，这真正是吼非常的艰苦啦。但是咧，只要是有爱，吼、哦，这个女人话那嘛是这个强人的心酸，吼、哦，吞忍着目屎，吼、哦，走出感情的世界。咱来听张蓉蓉今年上新专辑《爱记号》这首歌。离我太远。
我的身躯，印在你心内，一日心一日受，揭出了女人的伤害。今生想予你留予我的爱。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波多第一声，全世界拢来听。讲到张荣荣，我们的好朋友哈，每一次听到他的访问，你有感受到讲，伊的讲话足地的话哈，很真诚，对不对？伊嘛曾经把甲边个讲过，讲啥？伊讲，我那唱那开始哈，唱哈久啊，来当来换一个气味，换一个无同款的曲风哈，应该是。好啊，就欢喜。终于这张专辑你可以听得到。爱的记号这首歌齁，就是跟这纳卡西伯赶快曲风来这些感情齁。哎哟，说到了人啊，都有感情的伤痕累累啊。哇，这种痛啊，这种感受啦，一定要听张荣荣的新歌，你开当感受到。来，波多第一声送给你的歌，就是张荣荣的新歌爱的记号。心酸，你着目屎，行出了感情的世界，用一种感觉，一款心痛，纪念着爱情的永远，身为一个故事的天使。的梦已经离我太遥远，将着我对你的爱，一点一点用针来猜，插在我的身躯，印在你心内，一日心一日受，揭出了女人的伤害。想予你留予我的爱，心酸，饮着目屎，行出了感情的世界，用一种感觉，一款心痛，纪念着爱情的永远，身为一个故事的天使。的梦已经离我太遥远，将着我对你的爱，一点一点用针来猜，插在我的身躯，印在你心内，一日心一日受，揭出了女人的伤害。今生想予你留予我的爱。
一点用针来插，插在我的身躯，印在你心内，一日心一日受，揭出了女人的伤害，一生守护你留予我的爱。三日八点档，天下女人心上新的主题歌，张蓉蓉《爱的记号》。身为一个故事的题材，美丽的梦已经离我太遥远。张蓉蓉上新专辑《爱的记号》，纪念爱情的永远，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三日八点档，天下女人心上新的主题歌，张蓉蓉《爱的记号》。身为一个故事的题材，美丽的梦已经离我太遥远。将着我对你的爱，一点。张蓉蓉上新专辑《爱的记号》，纪念爱情的永远，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三日八点档，天下女人心上新的主题歌，张蓉蓉《爱的记号》。身为一个故事的题材，美丽的梦已经离我太遥远。将着我对你的爱，一点。张蓉蓉上新专辑《爱的记号》，纪念爱情的永远，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